是，这样回事。反正就是龙门，门弄呢，那些技能。哦，这只就是我们的阿加龙，门弄这样子，在这边。稍微参考一下，阿加龙，阿加门农，我们今天标题就这样子，继续试。我有一个疑问，你为什么要一直主线？不是要先把看一下有什么就是东西，然后再决定要不要继续主线吗？哦，决斗是吗？你的意思是说决斗是吗？是。哦，对对对，其实我们都忘记打 PVE 了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战力是哪儿啊？那我先打比较简单的好了。而且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战力是怎么样。翻译者侯廷文，为什么我有几个假设？就是到底可以做什么？他越来越难，还是越来越毅力啊？是啊，这个怎么说？